发觉我从小到大脑筋里面就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。因为我不是从小看文学著作长大的小孩，我是看漫画吧，我是看漫画长大的，我是看动画，看日本动画，看美国电影，看所有娱乐产物长大的小孩。它就是现代人的一个反思的一个电影。然后那对我来讲很 shock，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光是它的形式就让我很震撼，因为在当时那真的是很新潮的情况。然后故事内容当然是重重的赏我一巴掌，说我不是，我是坏学生嘛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好的老师可以教我什么事情，我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学来的。电影都是我的老师啊！人生的第一份认知是从《星际大战》来的。这些戒指其实都是跟我的观影经验有关系的。就是从小我喜欢电影，我喜欢把它做成我的戒指，让我可以随身携带。然后它有点像是我的盔甲一样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适合的戒指带出去。